哟，这是谁啊？这就是小景啊。今天我又来了，然后今天的 vlog 呢，就是比较特殊，因为现在我在一个北京旅行路线。对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是永定门，然后今天我来走一走，然后看风景，然后因为今天我有空嘛，所以我就准备大概了两三套衣服，就来拍一拍，然后就更新一下我的 social media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会干什么？就期待期待吧，好不好？然后一会儿我们要走进去，然后如果太远的话，可能会看到我第一次坐公交车。但是如果我走得了的话，就尽量走吧，因为就看路边有什么好看，好不好？走。哎呦，我发现一个风筝掉在那个房顶上，看不到我的手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还是呢，好像下雨了。真的，这边风筝好多，还有那边，你看，长长的。还有这。两个，还有树子、嗯。我们不是要坐公交车吗？一会儿我们要坐公交车，但是不知道坐去哪儿，真的很期待。现在我成功了，地铁那个完成了，可是公交车还没完成，所以今天就是特别好的机会。然后现在因为是春天了，所以已经没有那么冷了，就偏热了。现在我觉得北京有一点比较不太平衡，就冷就特别冷，然后变热就是很突然变热。今天呢，主要的任务是我们要吃那个大的灌汤包。我们在群里，我只能注意到一个点，就是那个灌汤包，其他的记不住了。拜拜。快上车，要在前面上，我好激动。这个是我第一次上公交车，我已经。本规划到站预报，欢迎使用北京公交 APP。各位乘客，天桥。到了，请您从后门下车。没什么，走，就坐车。可是这个很方便，我跟你说，在泰国现在公交车还没有，所以我没坐过这个，挺方便的。我好想吃啊！它万一不好吃，可以上天台。它不会不好吃。就是甜的、咸的我都能接受，因为我只是喜欢它的质地，嗯，就是口感。灌汤包，灌汤包，我是灌汤包。有打多少人穿的？到了，我们来这里为了灌汤包。走，灌汤包我来了。我也想吃这个。今天的任务成功，我们吃完就回家。怎么吃啊？平时就一口一口，就是那种小的，就是这个没吃过。这个我一直在软件上看到，哦，看起来很烫，旁边的人已经烫死了，要小心哦。哦，烧肉了。
爽。吃完了一个，还吃了这个，吃了两个烧麦。我太喜欢吃这种，就是能在路边找到，然后就特别好吃。刚刚我们聊到这个起风了，说到我们毕业那一天，我哭得挺厉害的，因为感动，就是每个人都一起，怎么说，一起努力，一起熬夜，一起累，一起坚持了三四个月，然后就最后那一场是我们一起毕业，我真的哭得贼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哭到说那个发言不出来了，什么都忘掉了，真的。可是特别，我觉得毕业就是唱这首歌，当时是最感动的一个时刻，真的特别特别感动，现在还鸡皮疙瘩，真的。不睡不睡，别哭别哭，吃饭吃饭，可以了。凑我凑。然后现在我们去拍拍照，然后就再吃一点东西，吃冰棍儿。哦，看这个冰棍儿，就是刚刚的那个门的形状，好厉害啊！是好吃吗？为什么好多人都在吃？是好吃吗？可是明天有拍摄，不太方便吃。会找机会来吃的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点点吗？还是我的，走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哦，我觉得好难做，牛就是把它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点头，谢谢。